是一凤。我走路超累，从那个搭船的地方要走20分钟走，走到 Dipso。我现在准备徒步走一走，晃一晃。这里有一个小凉亭叫旭日亭，然后望过去，天气好，应该还蛮漂亮。但现在就在下雨，而且雨越来越大。目前大概走了20分钟左右，然后来到大福渔港。这里有个小凉亭，大福渔港，等我来吃个面包。现在走到后石海岸吧。发现就算是阴天也蛮多人在玩水，我看起来超奇怪，下雨天然后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大家都骑车。我目前走了看一下42分钟了，走了1个小时了，然后雨好像只有越变越大。现在走到落日亭这边，雨还是超级大，而且现在风也很大。那边的 view 应该会很好。我看到了，帽子快被吹走了，还有雨伞，天哪！我鞋子已经湿透了，现在约莫走了1个半小时，看一下，对，然后走了5点，快6点钟，快6公里。雨超级大，然后我觉得这里很美，这里好天气的话拍照已经超美。我发现这里超美，这里望出去超美，雨大风大。我不确定现在几度，大概21、22度左右。但要下雨，所以就是体感温度会更冷。刚刚经过这一排，就是卖蛮多伴手礼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步道。好，这一条路都是上坡，脚就是走路都会噗呲噗呲，然后挤出水。我刚刚决定，我不绕最外圈的那条路，就是绕这样绕上面一圈。我决定走比较快的一个，就是穿过小琉球中间的路。我现在跟着 Google Map 带我来到一条不知道是哪里的路，超崩溃！就这一条跟这一条岔路，他们都是死路，所以我现在只好再走原路回去，然后可能再从就是马路绕回背包客房。走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脚，你看我的鞋，好恶心哦！我不要随便的走进来，都是泥巴地。我终于走回大马路上，超级感动！我看到 Seven， 大概距离前店剩下路程是12分钟左右。还要继续走。我经过这个小琉球很有名的热茶店，他们也发现就是平日的小琉球。我这样经过这么多家店，几乎都没有开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下雨还是平日，所以有点无聊哎。现在是3点42分，然后其实这条路我今天早上已经走过，我今天早上是搭船到那个码头那边，之后从那边走到那个 Dipso， 大概走了20分钟，所以这条路就代表快到了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下，我走了12公里，大概3个小时左右。比较慢是因为下雨，加上我刚刚有就是坐着吃一下东西，然后又到处拍来拍去。我再转个弯，我就看到前面，好开心！我已经看到低速了。这里好像关起来，
上面。我终于回来了。我今天的床，不是今天，这个礼拜睡的地方，还有我的柜子。